启动语音声控，请说命令，请说地点名称。误入炮台。您是说误入炮台纪念公园？这个要第二个炮台了。搜寻误入古炮台完毕，你要开始导航吗？行驶5.5公里后，右转台20。前面就是铁路平交道，我走这个就是啊。啊，过啊那边。你家拄好要来嘛？嘿。啊，过那边较无日头啊，今嘛也无冻落来啊。哎呀，还无放，你紧过啊！我等下你去共冻了，后壁等下。这无事。不是，我是讲，就电视定咧报的，你这栅栏就来啊，你要过。驾线嘞，正好就驾100几公里嘞。驾线就是要去到遐个看，嘿啊，高雄迄个驾线。即我高雄哦。啊，遮去毋是？遮去毋是往屏东吗？迄是头拄调倒转去嘞，啊，去调红外，头拄调倒转去嘞。咱这条毋是要去，毋是要台东。啊，袂像阿青因婿迄边咩嘛？毋是啊，这条毋是啦，迄毋是这条。台二十线，台二线就对哦，迄条是台二十线嘞。啊，咱拄啊，咱什么村的啊？咱诶，张博赛不是二十线吗？哇，张博赛台九线。不是啦，我们说咱你比谁多黑啦？挂底了黑啊！啊，这二十线夹呢？啊，夹鱼啊！我这贵州拢看会着，迄只啊，你讲只要抓着，你爱去黑下来嘞？你这对象，对象啊？时尚车站火车10个点。好。走苏花公路直路用塞了，用塞中了。行啊行啊。哦，哎，我就是过来了，我5小时43分钟。